评价手账用品到底好不好用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小麻薯 Wix， 现在一本还额外有带四张贴纸，封面粉嫩又可爱，内页也很厚实。喜欢的小伙伴去搜小麻薯 Wix， 能找到一堆。这个贴纸礼盒奶油兔日记，评价颜值高，搜索奶油兔日记，100张不重复就能找到。我做了几篇手账排版，绝绝子。最近手账写字用的频率最多的就是莫兰迪中性笔，书写顺滑不透纸，而且快干。我入了3支，均价还不到2欧，大家直接找莫兰迪中性笔就可以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